安尼唱一首歌，甲这拢无关系。歹势，我都无咧写社区啊，无咧写永久屋啊。好，这首歌也对，也是以前的歌。现在开始偷懒了，刚新的歌唱了一半了，这样子，现在开始偷懒一下，我唱一下以前的歌。我最近有开始把，比如说第一章的，我中间有一段时间第一章都不想唱，我一起来去唱到歌声呢，自己都不想听这样子。然后一段时间之后就觉得，哎，歌提出来，然后再用大提琴再重新再改一下，就是近景节二胡跟小提琴嘛，差差戏一样。看我一样，他叫个棒啊！我现在听，我是每次跟他，我都跟他讲说，哎、欸，小二小提琴来，他棒啊！唱歌，然后其他棒啊，你还是现在的大提琴最好。我今天没有要求婚呐、啊。求不成多尴尬，都免唱嘛。好啦好啦，哎，要唱咧足悲哀，还讲到这来。好，环境的问题，啥人来观察？伊讲较早的美
祖公啊，咱祖公啊，所留来的心花。对啊，你知道这个看蒙瓜是我从小到大的对音乐的很大的生命力呢。今天我细汉时啊就爱听看蒙瓜，真的，我觉得哎，伫真卡拢赶快嘛。其实小朋友从小到大第一个接触的音乐应该都是西洋的，对吧、啊？就是小时候我就啊，我那个时拢哎，规阵拢演奏会种的有无？一大好戏，你就你吃了我就过啊，你路就炸起来，就吊鬼样安尼，对吧？真的，然后你看迄七八十号有无？啊，死一个七八十个，伊祖先成个大汉，七八十岁，对吧？真的，然后我一直都很爱这种东西啊，就是一种民间的一挂音乐，真的。然后真的，我最近一直在谈那个有没有？最近前阵子不是一直在谈一个很热门话题，有没有被记啊？什么？那我们上面在地化，上小，最上小，还有什么？最在地化的东西就是最国际化的东西。刚讲呢。哦，最好的全球化就是在地化。你跟我去顾哎。哈哈哈哈哈。相共的呀。哦、好了，公小呢，反正整卡人都不要公回啦，对不？全球化还是要小啦，全球化。好啦，反正就是，其实我觉得一个土地一个地方啊，一个在地性最重要的一个东西，是一个这个土地上的根脉。那根脉是什么？很多东西啊，文化，然后文化是代表着这个土地上居住的人，你的祖先传下来是什么样的东西？这是其实这。对我来说是这个土地上最棒最棒的一个精神，对，那个是你的祖先传来给你的，而且是独一无二的。全世界就是他领导呢，全世界就是人家家那样。那我觉得这种东西是最独特、最特别的，然后也是拿出来的时候全世界都会吓到的东西。对啊，我跟你保证，如果台湾可以有一个国际巨星，绝对不是周杰伦，也一定不是蔡依。那你最后是谁？莉亚。谢谢。没有啦，就是我常常在想这件事情啊。我觉得第一个绝对是原住民歌手。哦。哎，你可以这样讲啊，可以这样讲。顺便介绍一下我的偶像，我最近的偶像，大家刚刚在玩，对不对？对，我现在偶像排第一名是一个原住民歌手叫三不一，哦，感觉真的是，我真的听到那歌第一句就是，干你娘，真的，我已经无法形容我对他的感动了，你只有用干你娘，我才有办法去，哎，真的这个，哎，上次那个谁说他的外国朋友也是，那个什么瑞阳有一个跳舞的叫什么？布拉瑞，对，布拉瑞扬，对，他就是出来推荐桑布伊，我有一次的那个演唱，然后他就是跟我们讲说，他当初有一个外国的朋友，一听到的时候 ，fucking good， 所以我听的时候吓一跳，我的外国朋友跟我一样，真的是好听啦，真的是生命力。对啊，然后我就觉得那种东西，外国人要听什么就听这个，他真的是听这个东西啊。那，哎，现在空气要来啊。对啊，总之说我就一直在觉得说，这是台湾这块土地上的所有的文化，所有最在地性的文化，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元素，都可以拿出来玩的。对啊，我也都一直跟，就是你不管是各种艺术的领域也好，你拍电影也好，还是你玩音乐的。我就是应该当圣人，对，那也不是叫你赵本宣哥个高山名啊，天天赵起本，那就不了。哎，阿公拢牛逼较好啊。那我觉得可以玩，是你怎么样把那个东西再创新的一个新的东西。
对，然后可是具有台湾在地的一个生命力，这也是我现在一直在努力追求，而且努力去推广这样的一个观念，对，在地化，啊、哦，就是尊重您来讲的精神，尊重您祖先所留下来的文化，对啊，不管你的血液里面有的是什么样的民族，我觉得你一定要往回去尊敬自己的祖先，对，好。